当代机械工业中，轴承与线性滑轨是为机械传动的核心零件，小至汽机车工业，大至飞机的起落架。一间国际企业于桃园在地深耕50年，将美国、日本、德国优质的机械零件引进台湾，成为亚洲区的特约经销商，以一条龙的方式经营，服务国内广大的工业大厂。我们公司秉持着诚信、品质、服务、效率这四个宗旨在行销，所以我去经济部去申请我们自有品牌来行销的话，对我们比较有保障。那努力的结果，事实证明真的是有这个价值存在。不管是电子机械，还有不织布机械、钢铁用的机械，还有一些瓦楞机械，所有的机械90%+都用到我们的东西，就非常广泛。而且这东西是一个消耗性的产品，它的寿命大概3年5年都会坏掉，一定要重复购买。所以蛮庆幸的说，我选择这一行是对的，因为机械的心脏，这个是不可分离的。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，提供主要的传动元件，包含轴承、线性滑轨、滚珠螺杆等多项零件，以一站式的采购平台，方便客户快速挑选。来迎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，也获得 SGS 专业认证肯定。希望我的产品，第一品质一定要稳定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精密东西，你的公差出差错就不能用了，那机器装上去的话一出问题就麻烦了。再来就是说价格一定要跟得上，然后服务是我最期盼的，希望说我们的品质能够一直往上提升，价格就不要再提高，让我们的客户在这个竞争当中，他们能够拿到订单这样子。白手起家的王老板在18岁那年，一个人骑着一台机车，从台北横跨到新竹，带着产品一间间的登门拜访。也因此，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他，将每一位客户当作自己共同打拼的好友。以前在家里生活蛮贫困的，没有办法读书。但是我碰到贵人，那么贵人在帮我，当然我要往前冲啊。所以现在我要再感谢我所有的员工。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。我的终生理念说，我对人家好，但是别人对我好不好，我不会去计较。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生活得非常的快乐，很精彩这样子。即使历经2008年金融大海啸，当时订单锐减的数量并没有将王老板击溃。持续稳定的经营迎来的是隔年订单暴增的机会，对他而言，人生当中的高跌起伏反而是他乘风破浪的机会，也希望能够将打下的基础让女儿继续来经营。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也是很辛苦啊，因为我从商跳到工，我更完全不懂，爸爸又是那种带得很好，对自己也非常严格，别人只能做1分，爸爸要求你8分10分，那还好，就是慢慢的自己这样琢磨过来。我也蛮感谢爸爸那时候对我很严厉啊，如果那时候爸爸像个慈父一样，我可能没办法进步那么快速。他跟我讲说，你要待人好，人家才会对你好，这种宽以待人的那种精神，我想要把它发扬光大。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容易，不是半家家酒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说，先做朋友，再来做生意。因为我女儿他们就是说，能够了解他这个老爹的心情，对人对事都有一种爱心、恒心、耐心、信心，四个心加在一起这样子。女儿们带着父亲给予的祝福，将品牌行销全球，让台湾能与世界接轨，协助机械传动制造业蓬勃发展，带动工业4.0一同往下一个50年迈进。